今天呢，你大麦哥这不是又去了当地的你小岛上的啊这扣子超市去买这澳洲神药去了。这前两天传着潘德道澳洲神药好像还能抗点病毒，好像啊确实有传出来说吃这个抵抗力再加上自身比较好的还真能挺过去。所以说呢，这只能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啊，最好买点。咱们现在来到的是啊，咱们就是啊这澳洲的著名的一个超市连锁品牌 COS， 还有一个品牌叫 Woolworths 啊，里边是啥都有东西。我跟你说挺贵，你说买菜，我今天还买了一颗白菜呢，花了多少钱？8块多，就将近9块澳币，是不是？那一颗白菜也得60人民币啊！你说这我在这儿过的我容易吗？你说我本身就挺穷的，但是呢，孩子和媳妇要吃大白的丸子炖粉丝，你说说，我就得给他买呀！你看啊，我这边啊，这小岛上人不多，人少啊，平时老这么多人，当然我可能去的比较早了。这牛奶随便拿，澳洲人呢，大家知道吗？牛奶当水喝，你知道吧？因为牛奶太便宜了，2块啊，2块一大桶。所以啊，你就平时看着澳洲小伙子参加 party 啊，去蹦个迪啊，是不是在海滩弄个 party， 参加音乐会，哎，拿一桶牛奶啊当水喝，对不对？你想想这天天喝这个，你说那身板能啥样啊？是不是都挺强壮？哎，走着走着咱们就来到了这个 COS 这个超市，卖这化妆品这乱七八糟的地方啊，有这个化妆品啊，有啫喱膏，有洗手液啊，说有这个洗澡液，是不是啊？经常特价倒是转来了。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哎，拍得到，大家看到没有？拍得到英文是什么？ PANADOR， 两个大黄标签啊，上面强化型6块多，下边啊3块多，这俩都行啊。哎， Rapid 这个，哎，这来几盒来几盒。这个这不管怎么说啊，这个身体抵抗力强，吃点潘德道。潘德道主要是什么呀？如果你有这种头疼啊，有感冒的症状啊，吃了它之后它能缓解，让你身上发热，你有点犯困，我没事就吃潘德道。只要一有点咳嗽啊什么，我过敏吧，你知道吧，猫狗啊什么一脏啊，我就容易有点犯这毛病，然后一吃它出出汗，哎，立马头至少不疼了，或者说头呢有时候你一晃咚老有点晕，你知道吗？哎，你吃完它之后这种症状就会减轻。刚才看的扣子还有自己生产的，7毛钱啊，7毛钱一小盒，再来10盒。超市里这亚洲食品也挺多的，什么老干妈呀、醋啊、什么香油啊，什么都有，方便面也有，金麦郎呢。但是这东西你不能吃多了，偶尔吃是不是？买着备用，是不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呢还是比较丰富的啊，这个不要忘记分享、关注和点赞，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加会员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咱们下次再见，拜拜。